军推进的机会稍纵即逝，我们必须继续困住他们，给天道大军制造突围的时间。这是无纵横斗罗水世界七名，四川黄金十三级，现传你前三级。黄金十三级第一式，无定风波。死亡诸皇第五魂技，千锋万盾。又是神技，千锋万盾只能抵挡一时，可若现在就使出不死之身，魂力大量流失，也会有唐三可乘之机。中气了，快躲开！不敢干！在你畏惧神技的那一刻，你已经来不及阻止了。第四魂技，蓝银秋龙。八秒，时限在。别以为只有你会狂暴攻击，看我的！第一魂技，妖攻。第六魂技，倒杀，八段摔。一瞬间就变成极品凤凰武魂，这怎么可能？第四魂技，幽冥影分身。武魂真身，武魂融合绝技，幽冥白骨破，凤凰传云机。思绪，他的神技能限制你的行动，却限制不了你的毒。是陛下。不好，大家快闪开！接受武魂帝国的庇佑，很多人都不用死。庇佑，是你的野心和私欲吧？你把苟活的机会视作恩赏，我们却不愿将家人和家园拱手奉上，臣服在你的脚下。无论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也无法回头。
黑狐宗和圣龙军团都是敌军的魂师精锐，而圣龙军团更是出身于当初的武魂殿。这两宗之中强者众多，整体实力十分强。比比东现在才将其排除，定是认为以他们的能力绝对会影响到我方在两翼的部署，进而扭转对武魂帝国不利的局面。中央战场强者环伺，大军不可轻易涉足，可若要对战敌军主力，绕开魂师战场从两翼进发是目前唯一的办法。黑虎宗和圣龙军团大多是强攻系魂师，强行突破势必会让我军损失惨重，眼下只能先用攻城器械拉开双方的距离，再寻破敌之法。啊！再封！圣龙军团听令，继续向前推进。天斗大军的军心所向与战术重点皆系于唐三一手，只有尽快杀了他，才能重振我军军威，夺回胜利的希望。但要达成这个目的，噬魂诸皇第三魂技魔珠召唤。比比东释放这些侦察型的魔珠用来攻击我军，绝不简单，要提防。这些小虫子怎么越杀越多呀？战场的死亡气息就是魔珠最好的养料。这些魔珠，比比东想做什么？不好！唐三，你救不了他们，他们也救不了你。噬魂诸皇第六魂技魂技。是十万年魂环附带的第二个魂技，比比东直接锁定我，十万年级别的压迫力，连我也无法抽身遁逃。这就是九十九级极限斗罗的实力，吞没一切的死亡气息。但连绵的战斗令我的魂力、精神力都下降到了极限。唐三，受死吧！空间。深渊斩速一点，哥，是你。